今天也泡这个黄精酒了，这是从吉林弄来的，这个林下参，这个是三十年的参，最低的这个是25的，有几根，一会儿和这个黄精泡一起，这都是选的这个大根的黄精，看这个，这一根那么大，这都是刚洗出来的，这边还有，这是之前特意留出来泡酒的。这个就直接放进去了，再冲一冲，这个洗过的，两根够了，现在放人参，人参放这里面，一根，